那个助理去查去了，我再给你们看一眼，好吧？刚刚有人没有拍到，或者说没有看到的，来，刚才我不知道是什么。来啊，这样啊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一大盒，看到没有？我镜头里面放不出来啊，看到没有？一大盒啊，镜头里面放不出来，不是市面上那种一粒一粒的那种，而且是一天吃一粒那种，就是说通过二次整合的东西不一样啊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里面是有12粒的，并且呢，我刚刚前面说过，这个它是看到没有？以前宫里面的一个古方是谁呢？是他，姓李的，看到了吗？啊，是他，知道吗？流传至今好几百年的一个古方，而且当时我还找到了，看到没有？康康那边看到吗？联合监制而成的，就是说这个里面的所有东西啊，几十种的一个种什么草，比如说长白山5年以上的那些小萝卜头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上面全部都有标上去，你们放心，家人们，就是说只有里面有的东西才能标出来，你们都懂啊。如果说没有你打上去的话，那都是有责任的。而且这样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不要说是要比这个。一盒两盒，我这么跟你去说，因为它是浓缩型的，因为它是炼制而成的，没有经过二次的一个整合，知道吗？这一粒它就抵5粒，懂意思吗？这个一盒就是等于5盒，你在外面有的甚至于是一粒一盒给你的，也很贵，知道吗？知道吧？然后你这样，家人们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就是说你5天吃完这一粒就行。不管你是分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、五次都可以，但是你第六天你才需要吃到下一粒，知道吗？就是这一盒的话，12粒，知道吗？六粒的话就是一个月，一个月刚好这个里面2个月一个周期的，好吧？所以说你不要觉得市面上那种一下有几盒的那种就好一点，不一样啊。咱们今天在这边，你们相信王浩的人品就行了，好不好？而且呢，我刚刚说过。我留3粒给你们，就是说你们这12粒拿回去，你留3粒自己回去试用一下，好不好？你把这3粒你用完了，你比如说你觉得不满意，来回的车票王浩给你们安排了，懂意思吗，家人们啊？懂意思吗？来回的车票安排了，你多少拍到的王浩还给你就完事了，然后呢，你直接把这个剩下的9粒你给我拿回来就行，懂意思吗？啊，这个。来，前面有家们说的那些问题都可以啊，左手六十七，走路画圈的，对不对？手麻脚麻的，对不对？就是然后呢，甚至于走几步路小心心跳的忽快忽慢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经常往家号里面去跑，我很多东西我已经不能再重复去讲了啊。而且呢，保质期有家们问了，我给你们看一眼啊，2年的啊，2年的，而且呢，这个东西你们看到什么样就什么样，你们可以放心。王总怎么断了？他是不是有电话来了呀？等一下，可能他是不是电话来了？电话来，因为他也蛮忙的。您看他刚刚跟我们在那个啥的时候，他也一直都在看他的业务，等一下他啊，我来问一下王总，家人们你们都抢到了没？小丽反正就是希望你们都能够买到，能够抢到啊，没有吗？没有是不是？这个还没有啊，这个刚刚他说的那个还没有。小丽多加几盒，那小丽就想让你们，因为确实啊，王总前几天给小丽那个爸爸送的那个，确实吃了有用啊。喂，喂，是王总吧？啊，是我，那刚刚就我知道被你电话是不挤下去了。是有事儿，有很多人也在找你。
啊，对对，刚刚一个不好意思啊，家人们，刚刚一个电话把我挤下去了啊，家人们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啊，然后那个刚刚我让助理去查了一下，刚刚我也重复给你们去看了一下，有人没懂的，我给你们看了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个虫草没有了，啊，有人还说虫草，那个你这样，刚刚有人说这个安王还没有拍到，你这样，我刚刚问了一下助理啊，他说就找到了有五个姐姐可能是不会去付款的，可以的啊，那个偶猫可以的啊，可以的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这五个姐姐呢，我就说我把它踢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说你们还需要的话，你们再重新拍一下，然后刚刚是什么样的东西，我也给你们看过了，好不好？然后来助理直接给我把那五单踢掉啊，五单踢掉，那蓉儿。一会儿的话咱们把事情办完了之后你再问我，我一会儿全部跟你们讲，因为现在的话如果说咱们就是挂了东西，有很多东西不能讲，好不好？稍等一下，来助理踢了，就五单啊，就五单好吗？三二一，来就五单，好不好？可能秒没，来家人们抓紧时间啊，抓紧时间，赶紧跟你们抓紧手段啊，抓紧手段，对对对，这也是小丽给你们的一个心意啊，可以的啊，燕子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好吧，可以的，嗯，来抓紧时间就五单好吗？对，有任何问题一会儿再问我，你们先去拍，家人们啊，而且我说过了，你留3亿好吧，我答应你们留3亿，你们去用好不好？来回的那个车票王浩安排，懂意思吗？啊，你直接多少那个拍的王浩跟你们还回去就完事了，懂了吗？这个还不放心吗，家人们？来，今天在这边啊，我说的所有的话我都会跟你们兑现，你们也知道王浩是一个喜欢言出必行的人，我不喜欢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，好不好？是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嗯，好吧，来还有4单，来还有3单，好吧，还有3单，对，有家人们其实懂的已经打出来了，好吧，啊，还有不懂的家人们你们去看一下，我看到有家人们懂的可能是去查了，好吧，你们看一眼好吧，一会儿了还有什么东西不懂你再问我啊。那个虫什么草，就是一天你吃拿一个泡水，好不好？拿一个泡水就行了，好吧，丽丽姐，泡水啊，一天拿一个，你比如说你去那个家里面就煲什么汤，你放一个在里面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嗯，快乐开心快乐姐姐来晚了是吧，下次早点来啊，开心姐姐是不是有事啊，刚刚是不是有事忙去了是吧？你这样吧，家人们，虫草确实没有了，只能说是你一会儿的话你怎么说呢，我也不能直接去答应你们，你得给我时间好不好啊，我一会儿的话我去问一下吧，啊，可以的啊，你说的那情况可以的啊，云说查了是吧，可以的，对，来抓紧手术，对，来晚了真没办法，家人们，来晚了真没办法，这个你要抓紧手术啊，王总对，这个一会儿没了，真没了，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，对对对对对，来还有2单啊，还有2单，这个你直接把它用水泡或者说是把它揪下来直接嚼服都可以，很方便啊，这个很方便，这个丸子很方便，嗯，好不好？背痛，可以的啊，可以的，你说的那种情况可以的，好吧，林玉，什么快递是吧？这样啊，那个孙儿姐姐是这样，她是我是按那个你们那一块收哪个快递比较方便一点，或者说比较快一点的，我让助理去跟你们去安排，也就是什么快发什么就行，啊。好吧，对，你们放心去拍，剩下的事情你交给我就完事了。偶猫，对，你说的这个情况很对啊，经常就是说在流鼻涕的那种情况，可以的啊，可以的啊。来，还有一单，3秒钟，来，3秒钟，3，来，抓紧时间，2一，助理，没了是吧？没了没了啊，家人们没了。
好快呀、啊，这个速度。嗯。因为就那么几单，还是姐姐们有的不会付款、啊，嗯。你们都拍到没有？佳敏，你们都拍到了吗？我看一下，看他。对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真没有了，啊，没有了。你说的那个情况，以什么那个什么什么那个肝可以的啊，可以的，肠胃不好。那有人在说肠胃不好。山东王总有没有对肠胃好一点的东西给我干爹干妈们整一点，行不行？您反正已经都那么大气了，你看我家人们都在说你大气大气，对不对？行不行？你对这些东西应该特别了解，你一般肠胃不好的话，那你应该知道啥东西好。这样吧，好吧，既然我那个小弟跟那家人们也都提了，还有个那个有个姐姐问虫草六瓶加一小盒。对的啊，里面有六小瓶加一个小盒，那一盒圆的，就是说这个啊，你们拿回去就是试的啊，不满意你还给我就完事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小丽提的那个呢，你他肯定这么说。哎，王总又哎妈，又打电话过来了，我真是每天太忙了，太忙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家人们，不好意思。你这样啊，那个你们刚刚说的那个东西，助理你给我拿过来，好吧？就是，你这样，就是家人们，我问一下你们啊，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经常你觉得没吃什么东西，你就觉得这个地方胀胀的，或者说是好几天你都不去一次洗手间的？啊，或者说一天去好几次的，你们发不发现现在有一个问题啊，家人们？其实我们很多人，包括就是我平时啊，我没有时间去做饭，这样我没时间做饭，很多时候就是点个外卖给解决问题。但是外面的那些东西呢，其实呢，确实不太好啊，比如重油那些东西，知道吗？还有的就是说是那个工厂加工的东西，就是咱们点的那些外卖，知道吧？但是没办法，咱们年轻人又不会做饭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所以说有时候就对付一下啊，就有那种各种各样的问题啊，有是吧？那个肠胃不太好，是不是？行，你这样来，助理给我把那个贴拿过来。贴，对，大家我给你们拿个东西啊，我觉得每家每户都可以备着，好不好？来，家们啊，看到没有，这是一个苗方，是一个古方，而且是大品牌王太宁带小 R 的标，好吧，上面我就不给你们看了，而且的话是带 CPIC 保障它的一个小安小全的，就是说你去用这个东西，知道吗？你去用它啊，它就每年就是保费就好几百个，懂意思吗？放心去用就完事了。而且呢，来看一下这个，里面一盒不是一贴，是六贴，并且它是咱们点对点的，看到没有？直接对准你那个小穴啊，小胃那个地方去贴上去，然后我前面说到那些情况都可以去用，然后怎么用，来家人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一盒里面有六贴，来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啊，是怎么用呢？就是你把它，来这样我亲自示范给你们看啊，你把它来贴到咱们贴的啊，直接贴到咱们这个小肚小旗这个地方，知道吗？直接贴上去就行，好不好？它一天可以管6到8个小时，你不拿下来，8个小时过了之后，你比如晚上休息的时候你贴的啊，不舒服，你觉得你在外面去吃了点什么东西，比如说吃那些重油的，吃完之后知道吗？对，肚脐啊，是重盐的，吃完之后回来之后就不舒服，或者说平时啊经常没时间做饭，跟我一样的去吃点外卖的那些东西，我告诉你们，外卖那些东西其实很多都是怎么说，不是人家现做的，知道吗？不是人家现做的，很多都是那个什么工厂的那种大批量的去生产的一个东西啊，就是可能说那个东西放很久，但是然后呢他们用那个微波炉加个热然后就出来了，所以说啊，有的人就是很多天才去一次那个洗手间，有的人呢一天去好几次的那种情况，你一定要贴起来，
懂意思吗，家人们？就是这种踢啊，直接这个圆的地方对着咱们那个这个地方啊，肚脐。就刚刚有个家人说的很对，对，乐子啊姐姐说的那个对，我说的就是那个意思啊，就那个预制的啊。现在哎买很多都那个东西，你们可以去那个平台上面去查，好不好？这个有家人问多少是吧？你这样，助理，咱们这个现在是多少？你这样吧，家人，我挂一下，好吧？我这个，你直接给我挂上去多少？来，多少？699一盒是吧？那指定不行，指定不行。这一盒的话，里面是六贴。来，家人们，这个的话也不需要每天去贴啊，就是说你不舒服的时候你去贴。一盒六贴的话啊，你这样吧，你给我整五盒挂上去，整五盒，别一盒了，起码的要给家人们，起码对不对？